小伙伴们大家好，肖战是大家所熟知的影视男演员，去年凭借电视剧《陈情令》一下就火遍了大江南北，成为不少人心中的男神。他与王一博的搭配简直就是天作之合，因此两人同时大火了起来。红起来的他资源也是好到爆，立马就有不少新剧相约，当中官宣出来的就有他与杨紫主演的《余生请多指教》，可以说是非常令人期待他在剧中的表现了。要知道在今年年初，全国面临着疫情灾难，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心都被牵连着，为了帮助国家渡过难关，娱乐圈就有不少明星开始捐款捐物，而作为一线流量小生，肖战也不例外。当中在捐完款之后，就有记者采访肖战这次疫情捐了多少，听到这个问题，接下来他回答道，为祖国奉献一份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，是每个作为中国公民应该做的事情。这话一下就被传开，不少网友都被感动落泪。说起来肖战也只是刚火，相信手头也并不宽裕。那么看完你喜欢这样的肖战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